我总觉得，除了我父母之外，还有一股力量在控制着我。麦穗儿，你能说的具体些吗？什么力量啊，麦穗儿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我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时时刻刻罩着我，都让我喘不过气来了。 我多么想自由地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！既然这样，我们索性做得从容些。谁都知道，太阳在天上。 但是却很少有人关心第二个太阳。其实，在我们每个人心中，还有一个太阳。心中的太阳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信仰、爱、希望跟责任的化身。一个心中没有太阳的人，他一定是颓废的，他的目光一定是暗淡的。 而一个心中有太阳的人，他一定是明亮的，即使黑夜，他也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；而一个心中没有太阳的人，即使白天，他也会迷路的。主歌老师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！ 除了你没有人能帮助我了，麦穗，你坚强点。麦穗，我跟朱哥老师都会尽全力帮助你的。其实我们有很多人都很关心你，连王十一都不例外。不过他方法有问题，进公安局了，还有可能会被判刑。你说什么？王十一被抓起来了。麦穗，你先别急。 王十一的事，我会处理好的。王十一家里面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呢，她全靠王十一。王十一要是被抓起来，她奶奶怎么活呀？没事儿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去过她家里了，我知道她家里的情况，我已经派全班同学轮流照顾她奶奶了。都是我害了她。 行，我一定要去看看王十一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事儿，他也不可能被抓进去。而且他根本就不是故意射瞎我爸爸的眼睛，他是被冤枉的。你现在要出去，恐怕有些困难。他们不会放你出去的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为王十一作证。 Thank you.
妈，回来了。怎么才回来啊？你爸到学校去接你了，没接上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我和我们班主任老师出去办了点事儿。是吗？啊。你爸爸回来以后接了个电话，脸色很不好看。电话里那个人好像提到你的名字，他说等你回来以后要好好找你谈谈呢。哦，啊？哎呀，有什么好谈的呀？你小心点啊。行。玲玲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琳琳，下午到哪儿去了？说好了我到学校去接你，你却让爸爸白跑了一趟。爸，对不起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说你这个孩子，小小的年纪，哪会这么健忘？这跟年纪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可道歉了啊，你别老不依不饶的，好像我犯什么大错误似的。有那么严重？当然严重了。我问你，你下午干什么去了？不是说了吗？和我们班主任一块儿去办点事儿。我说你听不懂我的话啊？你干什么去了？你干嘛呀，爸？你别弄得跟审讯似的，好不好啊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别给我整天拐弯抹角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下午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上精神病医院去。你上精神病医院干什么去了？找麦穗去了。哎呀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是跟我们诸葛老师一块儿去的。麦穗特可怜，我们只是想去看看他怎么了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啊？哎，那个地方，你告诉我有什么好看的？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和麦穗走得太近。我，你什么你啊？你是救世主啊？你目前的任务就是读书，你有什么资格管人家麦穗儿？人家父母都管不了，你管得了？你爸爸说的对，我就得支持。反正我告诉你，你离这家人啊远一点。我告诉你们。和谁交往，这是我的权利，你们谁也别想阻止我。儿子，你今天可是有点不像话了啊！老金，你让他说，我倒要听听你到底想干什么。说就说，怎么了？麦穗是我们同班同学，他帮过我多少忙啊？就现在还有几门课，他都能当我半个老师了。哦，他现在有困难需要帮忙，我就尽我微不足道的一点能力，我帮帮他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哪儿错了？你说完了没有啊？反正我就是想和麦穗相处。你休想！你休想！
向你道歉，你也知道，爸爸从来就没向任何人道过歉。你没必要向我道歉，收回你的道歉吧。儿子，爸爸今天不对，不该打你，正是向你道歉，请你原谅我。其实你也有不好的地方。 我想一个人，如果做错了事情，就应该学会原谅别人，要不然这事情就永远没个完，好吗？不管咱们谁对谁错，我只是想去看看麦穗，我想帮帮他，这又怎么了？啊，白玉山。好，这样吧，从今往后，只要你不影响学习，不影响麦穗的病情。 那我和妈妈可以考虑，好吗？玲玲啊，你看，爸爸都这么说了啊，走走走，回家再说啊，走了走了走，走了，走。来，今天我犯错了，来，我来打你吧。行吗？上来上来上来，哎呀，行啊，我那么大年龄了，没事，来我推你。 自己找的，没人害他，是他自己害自己。他让那个王十一打瞎了我的眼睛，他现在这样是罪有应得。 这是你的钱包吧？我特意给你送来的。啊，那谢谢你了。你也是这个厂的职工吗？是啊，我是二车间的。刚才你掉钱包的时候啊，有个男孩跟我一块看见的，可是他出手快，先抢到了。我让他还给你，他怎么说都不肯。后来我就给了他。
我还有点钱给你要回来呢。那更要谢谢你了，啊！你给了他多少钱？我把钱给你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一点点很少的，不用的。哎呀，你给了多少钱？快说吧，我要排练去了。哦，那我有自行车，我带你吧，顺路的呀。不用。你到底给了多少钱？ 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好，我在等你啊。我有车，你就让我带你吧。不用了，我很近的。方云，你看，我们都已经认识了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好吗？好吧，不过我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你把钱包给了我。 还给我垫了钱，还要送我，谢谢你了。大家注意，今天录音没有提前告诉大家。 怎么在这儿啊？医生说你是太累了，还缺乏营养，你以后啊，一定要注意休息和营养啊。那你想不想听听我初恋的故事啊？ 半年多以前的一天早晨，我骑车去上班，快到厂门口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在我前面有一群姑娘，嘻嘻哈哈的，有说有笑。当我快接近她们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姑娘回过头来，看了我一眼，她笑得灿烂。
后，我睁眼闭眼，脑子里全是那灿烂的笑容。我知道，我一定是爱上那个姑娘了。后来，我每天卡着那个点去上班，在路上很多次的碰到她，我就在心里默默的想。如果将来她能成为我的老婆，那我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没想到你还如此多情，那后来呢？老天有眼，终于让我有机会认识她了。我就下决心，我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去追求他，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那也不一定。前两天我去看了一场电影，叫《巴黎圣母院》，你看过吗？回来以后我就觉得，在他面前就像那个敲钟人卡西莫多。你比卡西莫多要好看多了。方言，方言，我说的那个姑娘就是你。医院的诊断报告说了，我不能生。你老实说，麦穗儿到底是你跟谁生的？我不怪你，我怪我自己无能。医生说的是现在，现在是现在。过去是过去，别人不了解你，你自己还不了解你自己吗？还有这哎呀，别闹了你！哎呀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！新娘子，今天是我们新婚第一夜。你不是不知道，我已经怀孕了。医生说，怀孕期间是不能那个的。好吧。是吧？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。对不起，把你吵醒了，没事。啊，就是池塘里的青蛙太吵了，所以有点睡不着。
下午下了一场大雨，所以到了晚上啊，这青蛙就闹得厉害。没事，你睡吧。哎，你赶紧睡。我有办法。哎，景天，赶紧睡吧。瞧你高兴的，孩子已经出生这么多天了，你做爸爸的该给他起个名儿了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哦，我不想不想不想啊，我姓麦，我看干脆就叫他麦穗儿得了。哦，不，我们老家到处都是成片成片的麦穗，到了收割的季节，那成片片的麦穗儿叫人看了喜欢极了，就叫麦穗儿。你说呢？啊，名字是土了点儿，但是倒是挺踏实的。做人啊，就是要踏实。不过麦穗的麦芒可是很厉害的，我小时候啊，还给扎过呢。我女儿啊，就要厉害一点，省得将来长大了让那些坏男孩欺负你。哎，到妈妈这儿来啊，乖。范阳，下午我去接小四儿的时候，你猜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什么了？他说啊，他想要一个弟弟，真的，而且他要你马上就生，还说明天他就要带弟弟上学去。恐怕是你想要吧。我问你啊，那你说到底生还是不生嘛？景天，如果你真的想要，那我们就生一个吧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是你这两天太累了，我们以后来日方长，啊。
道你心里一直有人。结婚那么长时间了，一直找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跟我同房。我说你何必那么委屈自己嘛？你说清楚好了，我跟你离婚。你不是不知道，我身体不好吗？胡说。你呀，心里一直装着别人呢。而且我还知道你们到现在还藕断丝连的。哎，我刚才不是问你吗？麦穗儿到底是你跟谁生的？还有，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亲人相认啊？在胡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找借口啊？你要离婚，我同意。你不是说喜欢你的人有一大堆吗？哎呀，那是过去，现在不行了。我现在成了独眼龙了，没戏了。我老麦啊，看来也该谢幕了。急需血浆，我到你办公室给许月中心打个电话。行行行，快去吧。
人呢？在里面啊。你自己看。许成。喂，你好。您哪里啊？什么？有个精神病人从医院跑出来了。哦，您等等啊。哎。喂。他叫麦穗儿。对。进来还不到半个月。已经逃跑过两次了。什么？他家里啊？哦，还没去。我们正打算派人去。希望派出所能够协助我们。好好好，我们马上就到。走，咱们去趟老麦家，他女儿麦穗从精神病院跑了。李璐，说真的，我觉得麦穗的事儿有点蹊跷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他到底有没有病啊？这个虽说我是主治医生啊，可您是院长啊。这当初把麦穗送进来，我也是依照了您的指示。这您的指示他不会错吧？当然不会错了。你想，他父亲、他母亲还有金厂长都说他有病，这怎么还会错呢？对嘛，我就说您不会错嘛。其实啊，做人只要问心无愧就行喽。我刚出生那阵子的事，怎么又说这些？我在哪出生？不是告诉你了，在你外公的医院里。我是不是妈妈生的？那还用说吗？别说傻话了。真的吗？我真的是我妈妈生的吗？哎，杏子，你怎么会问这些话？您不是。啊，是吗？从血统上来说，我不是你的爸爸。从你上小学，上初中，一直到高中毕业，我们不是亲爱的父女吗？到今天要说我不是你的爸爸，谈何容易啊。杏子，他问起出生的事，他问你是不是他真正的母亲，他到底是谁的孩子，他的疑惑是很深的。我看是这样。可是他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了呢？有人跟他说了，有人。那么你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凭我的感觉，小穗儿要回来了。